你叫什么？根本不是吃这个。你们要哪一个？奶奶，奶奶。奶奶，你跟他们说 hello。今天是中秋节，所以你们跟大家说什么？中秋节快乐！你们喜欢吃月饼吗？喜欢。对，我们要把它分成四块。来，我们分工合作。你看姐姐怎么弄 ？OK， 爸爸也不会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个是月饼里面的馅。你说馅。对，馅它有咸蛋黄的、莲蓉的，然后它有红豆沙的，分成四块要平均的。哎呦，好漂亮哦！所以现在呢，要把它包起来。包起来怎么包呢？我也是不太会。你做一个星星吗？我给大家看你的星星。哎，你做什么？根本不是吃这个。OK， 弟弟，把它按下去，按。OK， 可以了。一二三，哇哇哇 ！OK， 哎，我们换一个形状，我们不要全部都一样。你们要哪一个？奶奶，奶奶。这个应该是梅花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的这个星星够不了，你这个星星哦，可以哦，你把它拉起来，哎，有哦，不错哦，这也不错，来，你们把它放到这里，放到中间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来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放到冰箱2个小时 ，OK， 你们想不想吃？想吃。对，那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要祝大家什么？中秋。节快乐，祝大家同年龄元身体健康幸福永远，谢谢，拜拜。早餐来咯，今天是开学第一天，今天第一天很紧张，第一天上学紧张啊，对，今天呢是 Nene 和 Max 的第一天开学，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上学，刚才也是第一次我们把他们两个送上学校的巴士，真的还有一点点的担心，有一点点的舍不得，因为 Nene 和 Max 呢他们也有一点紧张，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很勇敢，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棒成长的体验，所以 Nene 和 Max 你们要加油加油，爸爸和妈妈呢会一直支持你们陪伴你们的，加油。